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VE 荣耀道，然后来打下 T3 无惧魔女，这个不知道是新月城大量创造，大家看就知道。这个应该是这次新增的力量，虽然我在做那个列表的时候好像有的图被砍掉，是不是？完前面就看到三张图不见了，骑士之拳、火山岩玉、烈阳山丘都不见了。是只是我没有把它找到而已，其实那几张图还在。这也跑太快了。然后那个双辅照串起来，我串元素要换跟虚的。这张图应该是直直一条的吧？不过为什么好像有岔路？哦，使用手链，禁止流线。哦，不用去买。你使用手链要绿色。到了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两条路，感觉这边可能还有一条路之类的吗？嗯哼，好，不管了。BOSS 是谁？哎呀，奥伦，这是骑术之拳那一只，对。没地方躲哎、欸，我被扒死了。哇，那个图条好凶哦！被图腾扒死了。啊，这次认真躲了，希望他都被扒死。为了看名字被打死的人，先拖，跳一跳去，不要跳了好吗？我们找个好地方躲起来。哦，搞定了，现在启动四个先祖图腾下击败奥伦德雷，成失败。咦？为什么一直给我跳失败？完成你的期盼一。是失败了哦，四个先祖图腾，
这个我会不会解啊？不知道哎。这张图在。我在这边，独具魔域。OK， 那这个就这样啦、啊。